Like the girls with their nails done now.本节目无人赞助播出。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婆婆，欢迎有新一集嘅磨刀霍布拉。系，我哋讲咗两个几月，今唔系讲成年，上年都已经讲紧啦。上次钓鱼嘅事啦，记唔记得？對上次冬天喎，好似已經係咪浸爛咗部 M 50嗰陣時啦？今次咧再激啲，我哋唔喺岸邊發一發下，我哋今次係出海。係啊，出海。出海釣魚，我唔驚嘅，有你幫住我。但係你會唔會暈船浪啊？我驚緊唔會啊，好耐冇搭過船啦。不如我俾粒嘢你發咗先。Oh my god！ 事前約。事前。平時我就係唔係好暈船浪嗰啲人嚟嘅，但係咧，我出發之前講嗰啲咁嘢，所以我覺得我暈浪。同埋今日會大浪啊！之後中午之後會轉比較偏大風大浪，所以真係冇事嘅。有啲咩大風大浪我未見過啊，最多雲嘅啫。有上次同 NetU 拍嘢嘅經驗咧，今次我仲帶咗一部防水嘅高 o 嚟。係。噔噔噔噔，到咗。噔噔噔 ，Oh my god！ 呢架有冇舵呢架名？呢架船有冇舵啊？成日我都冇見到。海賊號。跳。Oh my god！ 我哋成世人都未入过嚟呢个会嘅，未入过。系啊，我喺对面拍嘢拍得多咯。你对面拍咩啊？拍咩都有嘅，打交啊，打 K 轮啊，打 K 轮，同男人。点解未睇过嘅？同男人。我哋船长都到一步啦。又系喎，船长呢架船有冇名啊？叫做名？有冇舵啊？我见前边有个飞鱼号。海賊，海賊啊！呢隻船係叫做 Oh my God！ 好，我哋哇出發啦，聽到啲引擎聲啊！呢就係坐快艇嘅感受。唔好 MK 住啦，你好專業噶，頭先你繼續整魚絲啊，你乖啊！唔好 MK 住，睇你啲架撐先。哇！我最發現咗一個咧，係可以快過電單車去到路環嘅方法，就係搭船。唔係該。你上好架撐咯喎，睇嚟你。戴曬帽，戴曬頭巾喎！我哋而家大概坐過嚟兩個鐘頭船啦，就會去到目的地。係，好大風啊！好大風，點樣用嚟呢下？我唔慣喺出面吹下，幾舒服。係咪通常都係咪第一次坐嗰時咧，話出面吹下幾舒服，之後就開始嘔啦嗰啲啊？
啊嘛，呕吐二人组啊，咁先，点问题？即刻劏咗佢，解决佢老痛苦啊！佢都呕啊，佢又呕啦佢。我要介绍下呢个人，佢可以边呕边掉啊，一边呕完继续掉。呕咧仲要掉唔住？呕唔紧要，坚持。三点几啦，行啊行啊，小心啊，系缩开佢，小心，保住佢啊，好劲啊呢条，保住佢啊，哇，见到啊，佢砰声啊，佢冇个成功咗，哎，坚啊呢下，哎，哎呦啊，小心啊你，咁随意又掉咗条绳嚟嘅你，识叫噶。嚟 ，Oh my God， 咩嚟嘅呢条？金钱，今晚我哋食佢。呕都冇嘢呕嗰种感觉，感觉被掏空，攞卵叉啊！我已经冇掉啊，我一掉咗就想呕，跟住先。坐喺度，我坐咗喺度一阵，我都成后，而家我发现咗一个动作，系唯一可以平静我呢个想呕嘅心，就系死狮座。呢只树上边唯一可以瞓嘅地方就系食只树最晒嘅地方，所以我而家系受重症沉重嘅状态，有啲冇及住块面，唔会睇小大海嘅威力。如果睇完海贼王之后觉得自己系海贼王粉丝，你就可以冲出海。会死人嘅，问啲专业人士陪同你，一定遮住我只眼。霍国已经完全死咗，我哋睇下佢。喂，呢条咩嚟？我点解有条咩？啱啱钓咗上嚟。吞拿鱼嚟啊？刺鱼。刺鱼。烟仔。我喜欢嗰啲胃型嗰阵震震震震仓嗰扎气液体又开始攞嚟攞去，我醒啦，而家系12点，差唔多1点，出现咗第三个震荡点。我哋今日嘅收获冠军，而家系晏昼嘅2点钟，我终于醒啦。我有咁耐都唔係辦法，大家嗱臨係食翻啲嘢，同我講當然唔同我講。呢個姿勢有啲型喎。我大概揮咗20次乾到啦，我又想嘔啦。真系，啲空气真系清新。哎，有啦有啦有啦！呢条系 DP 啊，又系叫做 GT GT 啊。喂，你嗰个 GT 啊 ？Oh my god！ 坚啊！教咩而家要？喂，足够啦，够食啦，够食啊！哎，自己飞去。哎呀！有啲功夫明星喺度上面跳嚟跳去，打嚟打去。拍电影嗰啲啊！拍电影喺度飞嚟飞去嗰啲咧。Thank you 晒你啊！而家我
哋執一執啲嘢，洗一洗啲嘢，之後教下啲魚啊，之後再上去報到就得噶啦。哦，上去報一報到就得 ，OK。我而家全身都是去找到很多鹽分的出現，叻魚都是啦，成背脊，你叻，你俾個背脊睇睇，停咗啦，你全部唔係全部都是鹽嚟，哦，成三全成成，係石屎地啊，喺地下，石屎地啊，呢啲係今日嘅收穫，喂，好神奇嘅一次經歷，我未試過啲時間過得咁慢嘅，明唔明？是不是很痛苦啊？是，不是我偷懶，不是成啊，大佬，我專登約了很久，今天來到，誰知道我發現我自己睡了八個多鐘，是有意識的，但是我沒有睡著過，是一直撐住在這裡，整整程，因為你睡不可能舒服的嘛，那些位置，是啊，是一直砰砰那條鐵通不斷摁你背脊，睡不著，但是你就要攤在這裡，如果不是你一坐起身就會想嘔，嗯，哇，在這裡真的，我看到你都辛苦了，去到後面我已經呆了，我已經眼神射了一趴路，所以我也帶了一件事，我真的非常 respect 那些漁民啊，幫我們打魚的漁夫那些，我們的位興趣一個夏天出去兩三次就說玩一下，他們日七日這樣出去捕，日七日這樣很辛苦，你吃東西的時候真的沒浪費，真的不能浪費食物啊，消化了，你現在立即來，這條是哪一條？今天第一條那條有沒有中文名啊？牛港，牛港刺身沙司麵， Oh my god， 第一次了，是看著它釣上來，然後回來它就變成便宜了，喂，好貴，怎樣？它鮮甜的，你看，這個是是哪條啊？那兩隔前細條啲。哦，那兩條，佢魚味濃嗰啲就。係啊，重味啲。好難食啊，八個。又話辛苦曬咁多位，帶我見識。幹貝啊！幹魚啊！幹魚。帶我見識見識呢、這個。哎呀！出海釣魚大佬，哇！好多媽。哇！影低咗，影低咗，影低咗，影低咗。佢感動，感動。你啱啱講嗰啲，你啱啱講啲嘢，佢太感動。呢條片嚟咗就㗎啦，我哋係好似擺擺啦食嘢。好啦，條片嚟到呢度就完㗎啦。大家記得 like and share， 同埋記得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啊。係咁啦，拜拜啦。